接单了，林冲也养到了，是时候该修炼本命法宝了。此人是何底细？外海妖兽资财阵如此之多，你我二人联手，可能留得下来。这两人太浓，未免也太沉不住气了。妙云门下的本钱还真不小啊，连吃活老怪都请了。 这是些年不见，死丫头，怎么长这么大了？此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